请问一下，陆地真心社怎么走？那边从这边走。我是来应征助理的，但这好像是算命的。很多事情呢，不是你表面所见到的。当侦探的就是要低调一点。我叫杜继林，叫杜继就好了。请问你们这边是征信社是吗？小严，去拿咖啡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宋毅的老婆中毒身亡，警方在怀疑他。有新发现告诉我吗，熊哥？我为什么要替你冒这么大的风险？五年前啊，还好我手下留情。什么事情可以瞧的吗？那乃得一种已经禁止贩售的可食性粉末，溶于水又没有味道。玉明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唯一的遗憾就是之前有一段不是很完美的一个婚姻。我跟林玉明都已经离婚六年多了，是他先出轨的，我没有对不起他。反正他跟我在一起也不怪了，不是吗？你太太说你有外遇，有谁？你出来。富豪世家的庭君。We were just friends。蓝色贵族的施娜。我怀孕了，但是我不敢跟他说，因为他是一个不想要小孩的人。我从小就很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。我的秘书冯世辉。三个。我跟宋毅有过一段。所以两个小孩子是宋毅的吗？他想让自己的小孩子有个健全的家庭。林玉敏是他眼中的一个障碍。他手部有些过敏的现象。戒指有毒反应吗？我的朋友在这边做了一只戒指。戒指的背后刻了什么字啊？宋毅他曾经说过，从结婚那天开始他才算是真正的活着。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？其实我什么都不会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，只剩下我爸留下这老房子。倒是跟踪前夫的经验学会了不少。你去哪里了？我不想因为平白无故就被当成嫌疑犯。所以肯定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钱。所有的调查都必须从头来过，为什么一出事你所有男人都不见，通通都不见？来狠的。爽。